脚这边要断掉三节哈，啊，铁啊我无铁掉，有一手的铁啊在遮，啊都有锁螺丝啊，啊你若动吼，动较袂掉，那小可安怎着都啊都无法度啊，一定要保护啦，这个紧的啦，这个紧的，这个贵，这个很紧的。好啦，那我们出去了哈。好。那安尼，大家安尼在做吼，嘛是同款在前进。 像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哦，像是这个，他不能说庙来跟他在啊，不管刮风下雨哈，到时间一定要来。太阳哦，都三十七八度哈，真的那个是太热的，他说师兄，我们这边放不下了，你要不要来再？好好好，过来，哦，那他们也很欢喜，也很高兴啊。谢谢，再见啊，谢谢。 我你多谢，那你肯定的。没要精力哈，好，OK。好。那厝的老所在都是，那加工扛人要扛啊扛啊，然后我这运动回来扣一罐面的回来，你咯，减少垃圾啊，环保啊，就这样子啊。那叫我们哈，谢谢，你做好防疫的嘛，我跟他开车呢，车满欢喜啊， 哇！啊，这位安尼，搁再袂少转啊，大家拢爱护地球。师姐，现在人也太少了。没，好，可以。可以啦。师兄因安尼来甲阮爱家爱护的啦，所以我很感恩师兄，师兄足好，因这队都很帮忙。 38岁进到慈济寺，40岁环保一直做，就做到现在，上人都没有休息啊，每天的讲法来勉励我们这些弟子，我们这个没有算什么。上师，很弱的力量哈，很小很小，但集上来哈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，一定要把它完成，使命必达。